开始。好啦，大家好，咁啊，翻翻嚟 Up TV 咯噃。咁啊，见到你好啊，姐，今日你已经去到2022年嘅四月啦，已经唔系三月，四月六号星期三，咁啊，啱啱过咗清明啦，有冇去拜山啊？啊，冇喎，我啲冇去扫墓咩？我啲唱翻首扫墓。扫墓系咩嚟？咩嚟噶？未听过嗰首歌，你真系要 search 下廖伟雄嘅《扫墓》，OK？ 咁但系佢叫张国荣嘅，哦吓，张国荣 ，OK？ 咁样样，咁啊翻嚟个港股啦，咁啊，其实咧今日咧就见到个市，今朝一路都系低开啦，咁啊系下昼呢一段咧，就上翻嚟22,200点楼上嘅，咁今朝早就跌得比较上系跌得比较深啦，叫做咁啊，超过400多点咁样，咁好多股份咧都系低开，咁但系咧亦都跌幅咧随住个市回稳啲啦，咁啊收窄翻啲啦，咁样，咁唯一咧，我觉得要留意咧就系，其实大家唔知道有冇睇380个走势咧，系啦，佢系依家系做紧 day low 嘅，咁跌紧3% 啦，咁其实上一浸咧，那個叫做上一陣，你見到咧，佢嗰個走勢咧，其實已經係相對比較弱啲噶啦。對於大市，我自己認為，咁就你見得到咧，佢個港股咧，其實上翻去22,500，即係上個禮拜嗰啲high位啦。即係自從呢個金融清零個股災之後，其實一路反彈翻上嚟啲，即係頭先所講嘅水平咧，22,500嗰啲期間咧，其實相对咧，港交所个走势咧系比较偏远啲，咁啊去翻咧就系即系360蚊楼下啦。今日见到都仲系做紧 day low 啦。咁有啲嘅睇法咧，当然系话佢即系伦敦嗰个金属交易所嗰度咧，即系之前喺 lip 啊，即系嗰只金属叫 lip。咩叫 lip 咧？其实即系啲叫特钢啦，吓即系 lip 系啦，咁咧就系特钢，即系佢系一种不锈钢嚟嘅，属于咁就沟咗其他啲嘅金属落去，咁咧形成佢嗰个硬度咧比较上系达到一定嘅工业标准。咁呢啲咧其实都系一啲属于稀有资源嗰类嚟嘅。咁啊，因为夹爆个仓啊嘛，咁所以佢咧就喺嗰边咧，轮到嗰边咧就即系成笔数就抹咗嘅，叫做咁样类似啦。咁呢个交易情况咧，就比伦敦嗰边咧，就有啲嘅即系接受呢个监管机构调查有关嗰个嘅混乱交易嘅情况。咁有啲人就话嗰、那个港交所呢排个跌市系咁样啦。咁我自己认为，当然呢个系其一啦。咁但系第二样嘢，我觉得系同个特首选举系有啲关系嘅。咁啊，呢个就大家即系拭目以待啦，咁样样。有啲人留言话你而家有啲人问你而家超辞职，你有啲咩谂法？系咪有啲咩启示啊？个市辞职咪辞职咯，佢不嬲都可以辞职噶，随时都可以辞职噶。但问题就系、是、市上面有冇提示啊？如果冇啊，因为今日个港股跌落嚟，其实我谂唔关佢事吓。咁、只不过纯粹系。你如果讲呢个话题，基本上我自己觉得，对于佢依家咁样出嚟，即系要做辞职啦，咁但系就未地方话选啦，咁但系佢对即系就算依家未地方，咁你所有嗰啲建制啊咩都好，有部分开始出嚟喺度抬供啦，即系喺度抬轿系啦，咁抬供好少听呢个抬轿，抬轿，抬轿，抬轿好啲，唔好话抬供，抬轿。咁你好简单啫，咁你。如果是即是被阴点咗嘅一组是使乜搞咁多嘢啫，好明显就唔係㗎嘛。即係只不过你个做法就係、是、你依家如果係空到其他人唔出嚟选，讲到似层层係内定嘅，咁有啲人就无谓出到嚟俾你鱼嘅时候，咁你咪唔使监管囉。係啦，咁唔玩咁咪既定事实就係、是、屌你仆街，你成班香港人都冇人出嚟选嘅，咁就係你啦，咁样咁咪係你囉。咁啊，梗系即系变成警察城市啦。咁但系调翻转，你唔系佢出嚟选，其实香港都可以变做警察城市噶。依家都系啦，其实系唔系都已经行紧呢个方向？冇分别噶，系啦，咁冇分别噶。咁其实可以，我觉得呢坛嘢就睇下系咪即系过多呢10日8日啦，吓睇下有啲咩人即系出嚟会选啦。咁我觉得其实
我自己认为，即系呢一个形态之下，其实李小嘉同埋阿查史美伦都系应该都，如果真系出嚟选嘅话，其实胜算都高。咁但系问题，当然呢啲唔到我哋话事啦。咁你睇翻港交所嘅股价，今日仲系喺个低路度行紧。咁大家睇下系咪查史美伦会辞职啦吓？好嘅，呢排有冇咩睇嘅咩板块啊？个幕后嗰、那个唔该帮我幕后嗰、那个同我 block 咗嗰个 Licky 嗰个留言，那个 P 字嗰、那个唔该啊，我 block 捻咗条仆街啊吓，唔该。咁第二样嘢就有咩炒咧？阿娜姐，你呢轮好耐冇见啦，虽然哇，我呢排其实有留意一下啲股票，但系系我真系系咪运势有问题咧？我发现我睇亲啲咩股票，咩股票第二日都会跌咯。哦，例如咧。其实咧，我上个礼拜我俾一俾啊，你讲出嚟嘅。系啊，我上个礼拜其实我睇紧二三四三嘅，因为我觉得好靓仔啊。系啦，上个礼拜就好靓仔，但系呢两日咧都跌咗。今日个即系相比其他一九一九嗰啲跌幅，好似未算好夸张，但系都阿泽，你帮我卜捻咗嗰位先啦，唔该啊。即系佢都未阿黎姐，你照讲啊。即系佢而家走势好似已经脱离咗上个礼拜好靓行上去嗰个走势，你点睇咧？佢今日系整体啲航运股都回吐嘅，咁但系你我见成个航运板块都，佢呢只相对就、那个形态就冇咁靓嘅，但系即系唔系冇咁靓，即系你相对其他嗰两只，譬如一九一九同埋三一六就差啲咯，两只咁二三四三其实形态就唔算差嘅，头先即系讲漏咗少少啦，即系。佢嗰个成个今日就算回吐翻大概5%到啦，咁如果唔穿呢个位，基本上都仲系成个上升轨都仲系未失守嘅。咁我觉得其实呢一样嘢系你可能就系话，即系如果咁啱佢上个礼拜冲顶，跟住做咗个石晶之星出嚟啦，技术上喺阴阳烛图嚟讲，咁但系你如果系守得住呢位，基本上。唔係大碍囉，咁但当然你呢位入市就即係相对风险，你其实睇五格穿了，因为已经行到好高了，跌咗五格你咪打靶囉。如果唔係嘅话，其实我觉得呢位反而你今日调整完，可能第日出去就会可能有嘢弹返上去都未定，係呀。咁但係成个呢个板块博咗佢啦，唔該，屌，如果唔係我唔撚讲嘢㗎啦依家。你讲啊，娜姐，唔好意思。哦，唔紧要，唔紧要。啊，即系其实呢个板块咧，系即系成个板块嚟讲，其实仲可唔可以望下咧？嗰啲一九一九，一九一九就真系行得好崎岖咁，好似而家。啊，唔系你，如果你话你航运股，其实你睇今日跌得最深系一九一九同三一六啦，三一六其实都算系温和啲啦，啲嘢都守翻200蚊啦。系，咁但系你一九一九，其实你今日跌咁多，主要系即系佢之前其实嗰个阳烛上去系因为嗰个迎起啊嘛，咁你业绩之后再有迎起，咁其实成个行业整体嗰个数梗系好啦。但系你如果睇翻调翻转，嗰、那个叫做咩咧？你整体嗰个数，你整体嗰个数其实基本上就系、是佢成个行业个整体个环境都系唔差嘅，咁你如果你跌翻转，你今日可能佢今日嗰个本身佢之前嗰个反弹上去系破唔到在佢业绩前嗰个高位个顶，咁变咗呢一样嘢就系一个问题咯吓。Okay. 所以佢回翻转转头咯，咁但系我觉得整体冇大碍，整体冇大碍。医药股今日爆得好夸张，即系新冠医药。有关股即系9939黐咗线咁飞天，冲入去会唔会死？即系9939，今日升咗8几%。唔值啊！呢啲我真系唔识啊！哇，黐线！呢啲即系攞出嚟食下花生都，我唔识啊，系啊！哇，发癫！今日最高升46蚊。咁有咩股睇紧啊？你？我睇紧嗰啲炒紧咯，系啊。Hello，Sasa。
我好耐冇做，好耐冇同你拍节目啦。几时会翻翻？边个？你同我讲啊！你同我讲，系、哎、啊，同你讲啊！莎莎就更加耐啦，更加少同莎莎拍啦。我依排好似买啲咩咧？沽啲咩？第二日都升咁啊！即系沽啲咩？近期都会升翻咯。系啊！我而家登到一个程度系，我都唔系好敢再望啦。我前排放咗只225啦，跟住之后咧，佢呢个月低位大升喎，你放咗大升系啊，黐线升，即系呢短期呢短时间内，我见佢由三月中开始呢半个月升咗一倍喎。嗯，呢啲升得咁急嘅，仲有冇得搏下咧？定其实佢已经回落咧？准备？其实我都唔系好想搏任何股票噶啦，基本上。系啦，咁而家有啲咩稳阵嘢可以买？冇稳阵嘅喎，依家系啦，冇稳阵嘅喎，同埋喺呢咁嘅咁和谐嘅气氛，咪宁愿投资少啲咯，冇嘢噶，输少当冇问题啊！呢样嘢系啊，啊，绝对系啊，啊，咁咪系咯，即系调翻转，你咪唔好做任何投资咯，嗯。系啦，咁仲有半个钟，因为依家差唔多，好快节目完啦，冇问题噶，咪等听日先算可以算咯。系啊，呢排个市都系咁样，都唔知买乜好，我而家都唔敢轻举妄动，有股票升嘅，咁登有股票升嘅，睇埋到啦，系啊，啲药股其实你调翻转嚟讲，系咪可以应付到嗰只病毒？嗯、其实你依家知唔知道有只新嘅系变咗种 Omicron 已经冇咗噶咯？其实欧美好似又有只新嘅，啊，突然间唔记得咗个名字，好似叫乜鬼嘢名咧？不停变种，其实啲药根本都未必追得切，研发个药个过程都追唔切佢变种嗰个速度。你喺依家嗰个系咩环境嚟？其实我想睇下你后边嗰、那个，其实都冇错。系我呢个系真环境嚟。你呢个系咩 area 嚟嘅？我呢个我住紧啲地方咯，住啊？你屋企啊？唔似喎，调翻转。我搬咗去 service apartment。哦，系咩？就暂时搬咗去。点解咧？住我之前做 omicron 啊嘛，好耐啦，系咪啊？一个月前咯，咁都冇事发生啦。跟住之后我就搬咗，之后啊，我就发现原来一个人住都几好，咁我自己暂时都系。搬咗出嚟，咁，但系你即系啲咁嘅地方，其实系佢会唔会即系要你入住之前有啲咩嘅针卡嗰啲报告嗰啲咁样噶？有冇要求你提供？针卡又冇喎，但系要即系有冇确诊啊嗰啲咁嘅嘢咯？系咪？我搬嚟呢一度嘅时候系冇确诊嘅。我哋倾下闲偈，我咁耐冇见你，我哋倾下闲偈先啦。可以啊，个市唔使点睇啦，横掂都插紧啦。不过今日成交大翻啲，系啦。哦，他们说新的那隻叫 Omicron XE 和 Omicron F、所以那些 Omicron 没有了，其实是欧美、你明白那个理论是什么？其实就是那个它没有了这个就是它那隻病毒已经是消散了，其实已经是变种变到流感全民感染了嘛，那你就消即它已经没有反应了，就是对于人体生物已经冇晒反应嘅时候，咁佢所以佢就会自己又会变种翻去一啲嘅病毒去攻击人咯。咁佢本身嘅特性系咁样噶嘛，系、啊，系咯，啊。嗱，我同你讲，你有牙斩斩，系因为我幕后啲同事唔捻帮我搏救你，你好捻嘢。我同你讲，我只会怪我啲同事系唔捻撑我嘅啫。讲捻完噶啦，其实，嗯。诶、欸，唔好意思，小雨，等一等。诶、欸，唔好意思啊，啱啱有个 housekeeping 姐姐揿钟，我都冇乜嘢讲啦，吓。倾下闲偈算啦，可以啊。系啊，但系咧，我想讲咧，外国嗰啲 omicron 咧，同香港 omicron 咧，
我有跟住在外国的朋友倾过偈啦，即系佢哋都中了 Omicron， 佢哋话个反应咧同香港是完全不一样咯。点样啊？例如，即系佢哋冇好似我哋冇好似我今日讲嘢捋你，冇好似我哋香港咁样咧 ，Omicron 系会喉咙痛啊嗰啲咁咯。佢哋啲 Omicron 系好轻强噶，嗯，即系完全系唔同种类嘅病毒嚟喎，而家已经系。咁佢本身係不斷變種啊嘛，但係佢依家新嗰只好似話，擴散得比較快，但係嗰個症狀仲更加薄弱咯。根本就越嚟越似感冒、流感咁樣，都唔知。係啊，係啊，而家仲掙扎嚟做乜嘢？就係咁啊。嗯。Hello， 婉兒你好啊，好耐冇見。娜娜搬咗去邊？娜娜喺中環啊，而家。我真的不觉得啲即系再研发新嘅药都有用冇用噶咯，其实唔好理咯，大家有命有命咪自然会挨得过咯，系啊，好简单啫嘛。啲药股都系借势借势炒一炒嘅啫，有命咪挨得过咯，冇嘢咪算咯，系咯，系咁嘅咯。其实讲真，啱唔啱啊？其实都唔系啲咩大病，唔使搞咁复杂。哇！我真的好燈啊，點算啊？呢方面啊，我早排咧，之前咧買嗰只，幫你唔到啊！呢方面住唔到，揾1797，我放咗之後咧，佢就升翻上去。咩嚟噶？1797啊！我放咗之後升翻5毫子，哦，陰公3.5毫升翻到4毫。派尾唔啱咯，係啊，我真係派尾唔啱啊！嗯。Hello BB， 好耐冇见啦！我个朋友话好似伤风感冒两三日就冇事，照翻工。喂，但其实我中嘅时候，我都中咗好多人，我中咗有十，我冇中咗有十日，好似差唔多九日、十日。我有个朋友都系咁上紧啦，好似你咁啊。哇！我有个朋友一个月都仲系阳性咯，但系我5日就搞掂咗啦，系啦。哇！劲，佢哋嗰啲劲快，有啲朋友系剩2日就好翻咯。两日，好夸张，比较少见啲喎。有啲朋友2-3日咯，就算系啲公公婆婆都可以2-3日好翻咯。系我身体可能真系好差，系咪啊？我身体应该真系好差。哦，好啊。而家个市都系好闷噶啦，真系日日都咁上下。点啊？唔系啊，几好啊！今日成交多翻啲，系啊，开始旺盛翻少少啊，系啊。咦，316点睇？啱啱答咗啊，冇嘢睇法，冇睇法，系啊，冇睇法，嗯，冇睇法，嗯。咁点啊？小雨呢排你有咩 do 啊？冇乜嘢，系啊，做啲嘢，咪自己做自己嘢咯。我又不会在这里讲那么多自己的事。有个观众、啊、有个观众说他十日先好返，其实都很多，十日我想 average 都是7-10日先好返，5日其实你都算不错身体。嗯。娜姐还有 AMC 附图。我又不像某些人 是我又不像某些人是不是就是不会那么容易病到手心骨痛嘛。我就真系嗰啲病到周身骨痛嗰啲啦，即系每人体质唔同嘅呢啲，咁你遇到啲咁嘅前所未有啲病毒，咁啊每人反应又唔同嘅，系咪先？哇！我好夸张，我嗰阵时中 Omicron 嘅时候系中到两条，系即系人哋正常两条红色噶嘛，我系两条黑色线，住咗好多人，病毒量极高。唔系，即系你谂下，其实你成件事，你睇今日依家呢个环境去到呢啲即系阶段，其实个病毒系扩散得好快，但系你睇到好多外国都系开放紧嗰、那个，系啊，即系限聚措施。喂，其实你睇下香港呢边，其实有好多啲相关啲股份，譬如你就系淡仔都上翻3蚊楼上啦。咁你好明显，你嗰个预计你开放嗰个限聚嗰个嘅情况系一路会
会出现的时候，你见得到，即系譬如有啲譬如美容院啊，咁佢以往系一段时间系因为即系唔能够营业嘅，咁但系你嚟紧可以营业翻嘅时候，咁你睇得到佢最近，即系譬如呢两年啦、啊，即系冇话最近呢两年，其实有一只股票，有一只股票佢系喺嗰个即系禁闭嗰啲场所唔能够营业嘅时候，佢开翻，其实个业绩爆得好紧要。咁你佢咁你其实系啊，你睇到其实你睇到今日个市有啲相关嘅股份，其实个表现已经系好好嘅。其实嗯啊，咁你睇到如果咁样计嘅时候，其实你可以留意翻就系、是、可以留意翻嗰、那个呢一类嘅股份，其实啱啱先开始起步嘅，系其实可以谂下吓、啊，因为你就算你依家嗱，即系咁讲啦，你上海爆到咁样咧，其实你睇得到嗰、那个即系每日过万宗啦。其实我唔知道大家觉得点睇啦，啊，即系你如果你话上海人口有成2000多万嘅嘛，系咁你上海嗰个城市整体，即系尤其系一啲重要嘅商业啊、住宅区啊，嗯，其实人流稠密程度其实同香港差唔多，咁变咗你香港如果系讲紧你高峰期嘅时候有几万单咁样，系咁变咗你如果上海个例子嚟讲，应该即系大家唔知点睇啦吓。咁、啊、如果咁样讲嘅话，其实要留意一下即系大陆嗰个经济佢嗰个影响程度咯。咁变咗你香港个股市，其实你睇翻呢一转咧。差唔上去22500楼上，其实系点讲啊？即系喺呢啲位，其实可能暂时短期系比较尽啲嘅。咁如果你话你就算你要买股票，除非睇你拣边一类股份啊，吓，即系你如果譬如话你头先讲航运，咁我觉得你趁调整先可以谂嘅。咁、如果唔系嘅话，其实你拣一啲比较上可能暂时当喺潮流嗰扎即系嗰类咯，譬如啲消费类，即系香港可能短炒得嘅餐饮股，短炒得嘅。但系餐饮我就觉得，你譬如你淡仔应该系最好炒，因为你上市要潜所水咁耐，咁你唔会话去到搞其他咯。虽然今日只341只大家乐都系升嘅，但系我见啲52嗰啲都好似行得滑，因为只341升啊嘛，主要就341系升得今日有啲反应啊叫。咁其实呢排都系强势嘅，但系52咧，52本身就喺佢哋嗰类嘅股份嚟讲，算系滞后啲，即系其实就唔系话即系相对系好似只三者行得咁快咯。咁呢、這个就系、是、即系股份本身有啲唔同，即系你等于你883。同857，咁你883其实你记得到今日好劲啦个表现，咁你但系相对你857就唔系咁快啦，但系佢都系升嘅，啊，咁佢都系升嘅，即系意思系佢比857都系升嘅。咁你其实你对于譬如你就算你喺油股，即系对比翻你喺头先讲餐饮股嘅里边，吓、咁你见到嗰、那个即系都有强。比较强弱嗰个分别咯，分别吓。咁、有阵时候你拣股份，譬如你头先讲你要拣航运嘅，譬如你嗰只2343，其实都相对系比较强势嗰只嚟嘅，即系喺呢一转，即系起码你唔会一嘢掟落嚟，即系比较稳定。percent 五个吓，即系7-8%，你讲紧7%、8%以上，其实系单日嚟讲系跌得比较多啊。咁我又觉唔觉得，即系你航运系差到咁咯？即系你成个行业唔会话即系差到去即系一日跌7-8%，跟住就唔识弹嗰种，就唔系咯。咁变咗你如果即系你就算你话你2343之外，系其实你只1919，如果呢啲位咧，即系如果你系未买过咧，其实系
你又想去玩下航运股，你可以谂下嘅。即系我自己觉得，即系呢啲位置跌咗落嚟，你咪谂下咯，系咪先？但系相对上1919系咪会即系嗰个波幅会比较大咧？因为我见到每一棍咧都可能系哇可以跌7%，又可以升翻。你而家跌落嚟买咪啱？其实你跌落嚟买，你相对你系平咗吓，咁佢肯弹，咁其实你都可以有机会有水位行得到嘅，系啊。我觉得呢个反而操作上边你自己参考下吓。咁但系我又觉得留意翻个直播率，我又觉得其实基本上就问题不大咯吓。Okay. 即系如果你跌咗落嚟嘅话吓，你又有余钱去谂，我又觉得 OK 啦。嗯，呢排做啲咩可以睇下咧？哇，好耐之前睇嗰只2137咧，今日即系跌咗好多落嚟之后咧，今日好似边只啊？2137呢几日个走势都好似唔错。哦，我真系唔识喎呢啲。哇，呢啲真系好恐怖啊！但系。我唔买啲股票嘅，其实对唔住，不过就炒下无妨嘅。你而家得翻十几蚊嘅，你计啊，你对比之前五六十蚊咁啊，咁依家系好捻抵死嘅个价啊，咁可以谂下嘅，系咯，就系咁嘅嘢。嗯嘅，适随转变啦，呢啲即系我自己觉得咁啦，即系去到今时今日呢啲咁嘅环境，系啦，我系冇乜意见噶啦，讲真。即系你话问买唔买嗰啲，其实你中意咪买唔买咯。跟住讲真，我今日我就算我炒股票嗰啲，我都冇出个声啊。即系我唔需要即系做呢啲嘢啦。其实讲真吓、啊，即系如果调翻转嚟讲，你哋中意买就买，唔关我事。但系个问题即系都系嗰句啦。啊，即系你呢啲即系睇唔同心情阶段啦。咁你譬如话你头先讲嗰只，你见得到，其实依家个形态 O K 嘅，你咪试下咯。咁但系。好唔好吓、啊？即系好难讲。依家其实个成个市场都比较飘，系嘛？咁啊咁捻多啲无谓人，系嘛？入佢咁多无谓股票，其实你见得到成个市几廿只股票都停得牌嘅。咁其实好多股票都好多无谓嘅，啲数又假，即系乜捻嘢都有。仲未开翻，咁你咁捻多无谓嘢，咁咪市场清洗下咯。啊，我觉得呢个冇乜问题嘅，其实啊。即系我反而我觉得依家心态，我有啲系咁啦，啊，放长啦，放长啲睇啦，啲嘢系啦。咁如果你觉得你觉得呢个大牛市嘅，你咪摆咯。哇，个市插多咗，啊，真系正。有我翻工嘅日子就系插市嘅日子。咦，你老波闹啊，娜姐？啊，你唔好意思啊，吓亲大家。我都唔可以嘅咋，其实系啊，系啊，唔好意思吓亲大家。唔小心嘅啫，唔小心嘅啫。吓、啊！我而家又反而望下啲五号仔嗰啲，好似稳健啲咁样。都好似有会意识喎，今日美国嗰边好似话系。Sorry， 我听唔到美国嗰边。佢意识啊嘛，好似今日系。嗯。我唔知应该有冇记错啊日子，系啊，你睇我啲都好唔系专业噶嘛，系咪先？咁所以我就唔知系咪。是不是这样的情况、啊、你怎会不专业不要讲这些了。就是这样说、啊、是很不专业的嘛，是不是、啊、即如果是很专业的是吧，即怎么可以容许这些不和谐的情况发生，是吧、嗯、心态和谐，世界就和谐。嗯。咁点啊？你嗰只除咗二三四三，你系坐紧艇啫，系嘛？二三四三我未买啊，冇买过、啊。哦，咁你依家可以考虑下嘅，未买就系啊！我而家就系其实想揾机会吸纳下，睇下啲咩股票可以吸纳下。嗯，其实我都有留意一只嘅，系咪啊？你出去讲一讲啦，系啊，系啊，留意只1406，我觉得佢。诶，有冇机会咬翻上呢个嘅上市价？哦，几镬都未得喎吓，喺度咬紧。嗯，几镬都未得喎。所以就观望下，而家都系。嗯。
今日都好噶啦，逆市有几格咁样啊？呢几日都有几格啊，其实。佢本来话嗰个管理层系想揾我，但系甩咗底喎。啊！甩咗底，跟住后屘本来上个礼拜佢约食晏嘅，咁但系甩咗底，跟住就话改期啦，咁样。跟住我心谂，你改到咪改咯，系啦，冇所谓嘅。对我嚟讲，有啲嘢你急我唔急嘅啫，系咪先？冇乜所谓嘅，系咯。唉，呢期都唔知道有啲咩可以望啊！冇啊，其实油股几好啊，嗱，你见得到八八三、八五七，同埋呢只嗱，只3337咧，就即系我又觉得呢只嘢咧，3337之前咧系好差嘅。嗯，哇，佢个走势好，即系好，其实佢真系争。有一段时间系真系差得好紧要，但系咧，即系你唔好话差嘅意思系咩咧？佢唔系好炒嘅只嘢，即系无折边，好正确。咁跟住你睇到噶，你过去三个月，其实佢喺2022年年初到三月，佢都喺无折边嘅，但系炒唔起。咁但系炒唔起，跟住后屘上个月你见到金融清零股灾嗰阵。佢咪落到去四毫子楼下，咁跟住依家咬翻上翻嚟，其实算好啲啦。三毫八升几，都升翻成毫子咯。其实好靓仔噶啦，你四毫边，我当你四毫边上翻嚟，今日都系四毫八、四毫九。其实你见得到呢啲咁样都升得翻咧，其实啲油股嗰扎咧，即系你陆陆续续嗰几只都系会跟住去嘅。即系譬如你就算你睇嗰只166，佢都会跟住去嘅。即系你睇翻呢啲股份，一系啊，即系佢都会跟住佢嘅。咁佢一路会系慢慢修正翻上翻去嘅时候，其实佢好快就可能就脱离先班嘅呢啲股票，因为其实你讲紧几千嘅股份，屌你，即系几千价位嘅股票，你谂下你啲人买一手系154蚊，唔系，即系你谂下你啲人，一般人啊，即系一般人你买只股票几百蚊啊，都免不改用，系嘛？几百蚊得翻几廿蚊。啊，即系冇咗九成，啊，依然可以免不跌104，即系一样可以弹话上嚟，系嘛？一样可以弹话上嚟，一样可以喺度留言，系嘛？一样可以喺度啊指指点点啊！咁你谂下，其实你啲咁嘅几千嘅股份要上翻上一毫子，你见到啲盘系嘛？又唔系即系好大嘅买卖盘喺度？点解讲真的，你呢啲一踢上去，其实讲真的，即系佢可以快捻到啊！即系我唔知道有啲咩系可以好快啦，除咗烈风嘅刀之外，烈风吓、啊，即系你有咩可以快得过吓呢一啲咧？咁样系嘛？即系变咗，我觉得你呢啲油股呢扎其实系会陆陆续可能会修正翻啲，就之前差嗰啲都会有翻啲表现咯嚟紧。所以其实你见得到佢，譬如喺呢啲位咧，你有啲钱摆喺度，如果真系。你自己谂啦，呢、這个唔系你自己谂啦，呢、這个即系我意思唔系话要，唔系话要去即系推介啲乜嘢，即系纯粹真系唔做呢啲嘢噶啦。即系你自己，譬如话考虑喺个市况唔同里边，你咩去对象去拣呢啲股票嚟搞嘅时候，其实我觉得你自己睇下你嗰笔钱嗰个运用嗰、那个嘅做法是怎样咯。咁譬如话你讲真的，你要去搏嘅，屌你依家澳门开翻啦，喂澳门开翻喎。澳门开翻了咩？系啊，不过你好像要过去，不知道仲要怎样隔有几多日嘅，唔系有几多日嘅啲阴性报告你可以得噶咯。哇！我真的不知道，而家即刻睇下先。澳门开关咩？可以去，系去开捻咗啦，阿娜姐。喂，不过好多都听到冚捻咗档啊。但系有人跟我讲话，澳门翻而家翻，即系香港翻，澳门依然都系要隔离。唔系，佢系要隔离，但系。縮短咗好多噶啦，應該我冇記錯，但係好似唔知點樣14日定咩報告咩陰性報告定乜撚嘢咁就可以噶啦。不過洗撚曬牌啦，嗰啲咩以往嗰啲啲賭廳冇啦，乜廳乜廳嗰啲嚇，係啦，嗰啲叫咩衛星廳啊、宇宙廳啊，嗰啲叫我突然間唔記得。你使咪話收咗皮啦，使咪話？即係嗰係啦，嗰啲啦。咁你黃金廳又好似話唔得搞啊嘛，英皇又好似係啦。喷晒出嚟啦嘛！啊，咁其实而家啲银河嗰啲系咪都真系可以观望最好炒，最好炒应该系1928，我觉得。1928
吓，我觉得系就系咁啊，就系咁啊。咁你喂你应该关注一下噶啦，即系嗰度，即系都唔系话你老家嘅，即系你喺嗰度响晒队啊嘛，曾经都冇啦，唔关我事啦，但系而家都唔系喎，点解唔系？即系佢都冇座位，好熟。我意思话你喺嗰度好熟嘅喎。我点解我喺嗰度好熟啊？唔系你以前你以前好熟噶嘛？系咩？都唔系噶，其实唔系咩？一直都冇熟过。唔系啊嘛，你咁偏啊？真系冇乜熟过喎。唔系，应该喂，讲真，你喺澳门有冇啲咩难忘嘅啲？嗱，唔好话艳遇啊，即系啲情史嗰啲咁样咧。啊，真系冇我边有咁多情史可以讲啊？有嘅时候分享一下啊，调翻转。WHT 话去揾霍哥，霍哥可能霍哥嚟香港揾我咧，点解我要去澳门咧？啊，系咪啊？我冇啊，真系冇澳门情史喎、啊，喂！香港多啲系咪？香港都冇，好单纯嘅呢个世界，冇谂咁复杂啦。咁我可能唔单纯啦，我想同你讲呢个世界。有噶，真系。咁点啊？喂，澳门开翻，咁你有啲咩嘅？去都唔去澳门先啦、啊，去都去其他地方啦、啊。如果就算澳门开翻。但澳门出入快嘛，台湾出入都好快，不过台湾都未开放吧。不过纯粹如果澳门开放翻，我想睇即系睇下啲澳门股票。系啊，系点样样啊？七六七你买好捻多咩？周屌你老母啊！你买好捻多七六七咩？输捻死你咪好咯，一五四九输捻死你埋你啲添啊，仲捻好，屌你老尾啦，戆鸠鸠嘅。来啊，继续来啊！继续来啊！哇，即系二三八二，啱我见到有观众提一提，即系二三八二咧，呢排跌得好夸张。其实系咪已经唔需要再提咧？佢唔系呢排啊，已经好耐跌得好夸张。即系咧，即系一直都咁样跌落去，其实咪真系唔需要再提。即系啲2022年到而家呢一刻，佢好似都从来冇有个起色喎。唔捻睇咪唔捻睇咯，其实我同娜姐都唔捻在乎你哋睇唔捻睇，真系系咪先？我有几捻无耻咧？你好捻熟我咩？屌你老母，系咪先？攞张单上嚟啦！啊，攞张单上嚟啊！讲捻咗你买几捻多先讲啦，冚家铲，屌你老尾！继续啊！澳门开关你会唔会过去啊？咁唔会，有咩要做啫？咁啊系咯，都唔知有咩做。讲真，有咩好做啫？我唔会，我又唔会去嗰啲地方赌钱嘅。你太即系你去到你明知唔系，其实你明知去到啲赌场，你系俾班灵界朋友玩鸠你，其实你系唔会赢到钱嘅。你讲到咁夸张，咁你做乜捻嘢要去搞啫？系咪先？嗱，好咧，明显噶啦。喂，有几多个真系喺赌场赢到钱噶？喂，咁你讲真，你买大细其实都系50%，大家都系一半一半机会嘅。点解你永远都输？呢啲咪就系风水问题咯？呢啲咪就系灵界问题咯？即系你咁多。咁多啲养鬼仔传闻，喂，讲真，你唔信都听下啦，系咪先？啱唔啱啊？不过啲即系唔知点解咧，入到赌场咧系冇入冇嘢嘅，好似咧个人完全即系你明唔明我讲咩？即系你系冇意，你有咩意思啫？澳门讲真，你又唔系拉斯维加斯，你觉得你真系拉斯维加斯咩？拉斯维加斯都话多唔同类型嘅节目啦，系咪先？咁你又唔等系？咁你就係講真，成日咩食又唔係多啲咩好嘢食。講真，好嗰啲全部都係香港師傅過去嘅，即係你賭場開得多嗰陣時候，人行即係成行成市嘅時候，其實就係咁啫嘛。
喂，咁你嗰啲口味其实讲真又唔系啲咩异国风情，系咪先？冇乜特别。你要搞色咁嘅搞色情嘢，我又唔捻搞嘅。讲真呢啲嘢冇捻为啦，屌啱唔啱先？咁我过澳门做乜 Q 先得噶？我依排咧又想望翻咧，我以前曾经嘅外股九六三三，好似最近行翻一个上升嘅轨道，系咪？跌紧喎，可以观望下。但系今日跌啫，但系之前好似都慢慢行翻上去，因为佢都已经低到一个近呢系近年嘅最低位。垃圾节目你咪冇捻睇咯，屌周周，你咁捻激气做乜捻嘢啫？屌你老母，啱唔啱先？对自己好啲啦，仆街，够屌你老味，黐捻线。讲真，屌你赢嗰阵时，你赢嗰啲你唔肯计，冚家铲！我天生出嚟帮你赢钱啊！你凭乜捻嘢？我哋凭乜捻嘢？够你未？啱唔啱先？系好系好，依家咧叫叫顺翻条气咧，先认鸠你几句嘅啫，唔谂搏救你，就同你拳头交往系点样样？屌你老母！啱唔啱先？就同你全来个往啊！屌你老尾，执捻住两只股票，一只话除牌，永远都除唔到嘅。屌你老尾，试下除牌啊！屌你七六七，个学主输得仲大捻过，仲大捻过你啦！屌你老母，你讲你输几捻多钱？够嘅。一三二一一五四九有得沽啊，唔捻沽，沽捻埋佢啦，冚家铲，屌你老味，你会激捻到我咩 ？B B 汪话原来香港人而家去澳门要24小时核酸检查，跟住要系啊，咪就系话系咯，佢改咗嘛，系啊。但是好过好过之前的了，好像说不是，他好像开放了给其他的。我之前是21日跟着现在是搞24日。可能香港特别耐，香港始终的疫情比较严重呢，真的搞不定。是吧，哇，屌，有一间叫环华国际，什么行来的？环华国际很少听过这个行的名字。我真的没听过，所以我突然间都要喊一声。研究啊。你很惨啊，H 了。一场好惨，你好惨啊！唔好同我做节目，你讲翻句啊嘛，啊！我唔觉得我好惨喎。丢你老尾！帮埋娜姐讲嘢。嗯？咩啊？我系个听众，几多关注你啊？帮你讲埋嘢啊！话你好惨喎，啊！冇啊，成日都冇乜特别啊，唔觉得特别惨啊，几好啊！我都话我好尊重嗰啲拍档嘅，啊，我啲拍档如果觉得我顶唔顺咧，大可以唔好同佢做节目，啊，冇所谓，啊，听到未咧？啊，我想问你呢度几百个，啊，一千人都冇，仲谂好系咪先？啊，听得到未？我同小于做，同小于做节目一直都相敬如宾，唔会觉得惨。我买啲股票先，等阵。好。Hello 吴锦鸿可以过去找豪迪，他们会不会回来香港？我不知道，为什么经常都要我过去找他们？他们过来不好吗？是不是？大家这么久没见，有没有些言留下说是啊？搞掂，搞掂，会啫，娜姐，唔紧要。食唔食到碗面啊？唔知啊，食到嘅，希望啦。喂，嗰、那个啊咩？嗰、那个零零发咧，戏里边佢出电影里边啊，刘嘉玲话要煮个面俾阿周星星食，嗰个有冇咩寓意噶？点解会有啲咩寓意？定系话我唔识，系咪一啲咩暗示嚟噶？煮个面俾你食啊，咁样。是不是有什么暗示啊？我听不出，是不是有什么
带有意淫的暗示的。你咁样谂，你咁样讲，我先谂起。系我煮个面你食啊，咁样噶嘛？喂，系咪有啲咩意思嘅？下一个面。哦，系咩？哦，下一个面俾你系。即系文西喎，系嘛？即嗰啲啦，嗰啲啦。哦。闹交系咁啦。准备好未啊，文西？啊，哇，劲喎，330，一蚊咯喎。330，望下先。系啊，SB 啦。业绩后看完又再来了、啊、哇一蚊啊有料到啊上一次有高位 啊我叫大家留意的、啊、这只股票、啊、我没叫你们买我叫你们留意啫可以观望一下是、啊、WK 业的意思应该就是这样 Lawrence 问下即几时再拍应该是啦是不是啊除非不是、啊、我不知道、啊、我就问你咯你懂不懂、啊、你都知道港铁没什么营养、啊、应该是啦真的不懂、啊、真的我觉得是认真我就是我刚刚想到是这个意思那挺好啊 Lawrence, 挺温馨、啊、Lawrence 你意思是拍什么挺温馨的、啊、是闹交是这样的啦他不是闹交、啊、他哄回他跟着他说我煮个面你吃啊即是哄回是这样的啦不是吃面是什么、啊哇！即咁几好啊！即系条女氹翻你嘅时候就话：，啊食嘢先啦、啊，咁样啊，几好啊！吓、啊，小姐一六六，即系俾啲力啊！一六六，吓，冇理由咁弱嘅，呢啲油股咁只只都唔错。哇！佢用嗰次插大咗，嗯，但系啲油股咁硬净，冇理由一六六咁争气嘅。而家跌紧434点，今日跌咗差唔多2%。冇嘅咧，个市个市喺22,500系好明显系阻力嚟噶，即系唔好话阻力啦。其实22,000点楼上呢下反弹都交足晒功课啦。你由19,000点楼下弹上嚟，即系咁讲系咪先？系系啊，嗯。但个阻力都应该都几大。冇啊，唔系，即系唔好话系阻唔阻力啦。其实你22,000楼上嗰啲位，即系你咁讲系，你如果短途，你有咁大嘅幅度由低位扯翻上嚟，咁有啲人都会沽啊，即系沽翻啲货落去都正路嘅。咁，咁咪变咗，即系变咗咪会好似阻力咯。咁但系有啲人沽货啊嘛，系咪先？系、啊、喂，你嗰860嗰啲宣传片之外，你唔会再拍新嘢啦咩？淡仔啊，你唔发觉呢排好耐冇见过我拍片咩？但你头发长咗，好似头发长长，心地善良啊嘛。喂，但你头发系咪真系长咗？我觉得好似长到遮晒个胸嘅。以前你好似冇遮唔到个胸嘅，即系好似垫住个边咁，但系唔会冚晒噶嘛。你而家冚晒对冚晒对波喎，啊？喂，即系你冇开发型屋咁耐，冇开发型屋咁耐系要咩噶啦？冇剪头发啦。哦、所以喂，就系大长得咁快嘅。你估我林郑咩？成日都穿头发，头发急急长，本身心理善良。你而家长到可以遮晒成对成个波形喎。sorry 啊，我直接咗啲。本身、啊、遮本身都遮咗，本身头发都系咁长噶。啊，系咩？之前剪短咗啫嘛。860之后都冇新片。系咯。长发。而家咪就话你860之后都冇再拍新片喎，好似最近。大家有冇啲咩股票想我？想我讲下，想我研究下拍下片，大家可以提出下。咪澳门咯，咪就系、是、话，喂澳门，我特登去澳门拍片咩唔到？我俾个俾咗个牵丝你啦，就系、是、澳门拍片，系咪先？俾咗牵丝你啦，就系啱唔啱啊？而家都准备揾紧啲新嘅，因为前排疫情严重啊，所以都停咗。系啊，而家都准备揾一啲新嘅题材想去拍。其实我860嗰排都唔止一条片噶，我都仲有几条。喂，你系算早中嗰啲，即系早中嗰班嚟噶喎。其实都唔系早中啊，一个月前咯，都仲未最严重，即系算啦，咪即系早咯。啱啱过咗最严重嘅时候，早噶啦，叫做你知唔知啊？算早噶啦，咁都叫早。系啊，你1211，麻麻地要。1211，咁咪最靓系330嘅一蚊，系啦，即系一蚊估到噶啊，真系。
咁三月咪好戏啊？你自己相对叫做，你断咗线话好柒啦，即系你系咪系卡咪？咗？你可以断咗系，线话啫，我断咗线，断咗线啦，系咪先？我啱断咗线，我啱啱冇断线啊！我见到你停咗啊，我冇喐啫，系嘛？唔知喎，收市啦，仲要，系咪我？收市，收市啦，4点钟啦。终于可以轻松下先。等我 ，sorry， 等我一阵。咁多人揿钟仔嘅。1200亿，sorry 啊，唔好意思啊。唔紧要，多人揿钟仔好事嘅。乜嘢多人揿钟仔啊，大佬？好事啊！清洁姐姐揿钟仔。咁啊，梗系要清洁啦，系咪先？有 room service 啊！啲人都话唔系 room service， 系清洁姐姐嚟清洁。可唔可以住啊？咁样其实调翻转，即系想问下你意见，即系你好似游遍全港酒店咁仔噶。呢个其实都唔系算酒店，呢个系算一个 apartment 嚟噶啦，已经系。哦，系啊，好唔好住咯？我想讲，即系好住啊。其实 so far 我都觉得系唔系我呢排，不过我呢排瞓唔到我。在哪里住都一样的。哦。是。OK。咁掂。但都 OK 的呢度。如果唔系都我知道都住了两个星期可能。即成个月啦，是吧，即都通常一般都是月租的嘛，是吧，即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咯。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其实日租都得的。哦，是吗？等等啊。Sorry, I just want some water.啊、the kitchen, thank you. 咩有咩好处 ？Lawrence 讲咩好处？啲海底捞都几好啊！今日海底捞，哇，好耐冇抽翻上嚟，好耐冇睇呢只嘢啦。呢轮炒下咁解咯，520。酒飲520嗰啲，520嗰啲好麻麻，好似海底撈。慢慢抽翻上嚟，會唔會好似丁蘭居咁？小雨，知唔知丁蘭居嘅發生咩事啊？佢好似被徵用咗做檢疫中心啊嘛，係啊，即係隔離中心。是啊，跟住赶晒啲人走咯。咁但系唔同嘅丁兰居本身系一间酒店，我呢一度系真系住嘅地方。即系真系 service pub， 唔会俾人咁样赶啊，大佬好惊我。系咪噶？应该唔会啩？好惊啊！你表哥啱啱问我，综上话我 mark 卡有咩好介绍？云隐啦，云隐几好食。苏斯酥几好食，仲有边间咧？西陀，嗰啲都唔错，都可以研究一下。呢排都少咗出街食饭，但系晏昼咧都有喎、啊，不过而家屋企煮饭多。系咩？乜有嘅 ，keep 住都有嘅，所有嘢都咁易 book 而家。唔系，但系都我唔知啦，即系相对同埋，即系点讲啊？咁你啲酒店随时又被征用，又唔咩？咁其实系即系如果你系 book 嘅，都系透过上网咁嗰种啊。系啊，上网 book 咯，唔会被征用啦。我呢度真系唔会，因为呢度全部都系人哋嗰啲月成栋基本上都系月租或者系长租嘅人嚟嘅。系。系啊，所以就应该俾人征用嘅机率就好低咯。哦，我好想八卦，你讲，八卦乜嘢？
我见到今日只九九三九咪升得好黐线，我想知佢收市收市咩位啫？九九三九，今日最高升咗200% 喎，呢只嘢46蚊嘛最高，系啊46蚊，不过佢收市都 keep 住咗，都大概喺 keep 到喺28蚊、29蚊个位，嗯，一直。但呢只嘢之前就斩个仓喎，旧年年尾几镬噶喎，跌咗落嚟。系啊，所以真系好癫啊！呢只嘢，佢有一日试过跌咗70%，我记得。系咯，咁都本身都系妖魔鬼怪嚟噶喎。我佢系几个月前咋，12月嘅事，12月尾嘅时候一次个跌咗70%，跟住而家升翻100%。呢啲真系有耐性攞得住嘅话，都唔会伤到，都真系。可能避过一劫，即系好似我呢啲唔成日放咗仓唔喐嗰啲人。资定山喺上环，我未听过喎。资定山新嘢嚟，系会派消费券咯。派消费券对啲杀 K 会唔会有帮助啊？即系你买杀 K 嗰边，唔知咧。憧憬下，好似啲股票咁憧憬下，唔知咧。会买咩啊？有消费券，其实都唔会特别用啦，即系唔会特别有谂法咯。搭车咯，你点样搭车搭10,000蚊啊，大哥？咁分段啊嘛，咁你讲真系，好似你每日出去都几廿蚊、几廿蚊，咁你其实讲真系使唔使都冇所谓啦。你讲真的，你好，因为我用八达通啊嘛，咁你4000咁样啊，咁你我八达通。两三个月时间系啊，咁你咪用嚟搭车啦，系咪先？嗯，有买嘅咧，讲真的，有咩好买啫？哇，因为我咧，我自己系用支付宝喎。你去超级市场几镬，其实都已经冇咗噶啦。即系求其买下嘢，买外卖，买啲耐用品咯，啊，实即系实用品好过你买系噶，其实无聊聊真系搞唔掂。喂，趁呢个时候，大家有啲咩片，即系有啲咩股票想我拍片讲下，不如俾啲 idea 啊！真系，我都可以谂下嘅，你我系啊，即系我而家就系揾紧有啲咩类型嘅股票可以讲下，即系大家会觉得比较有趣。因为我唔知道大家睇开啲咩，或者中意睇边类型嘅片。所以都想有少少意见，边类型嘅片会多啲人睇咧？消费券系俾人买无谓嘢，我唔系，即系觉得消费券系攞嚟做日常用品嘅嘢咯。我又冇特别因为消费券而会有任何嘅谂法，或者任何嘅。奢侈品类我唔会谂咯，即系唔会因为嗰几千蚊。三六劲加远咯，三六劲加劲远啊！嗯，点解娜姐去送外卖一日啊？我无啦啦仲要去送外卖，傻咗啊！U 完今日系咁先，好哦，拜拜，Simon。哦，守翻22000点楼上，不过都跌4嚿几啦。个港股都1200亿成交，系啦，嗯。我屌你老母啊，抽走！我哋听日见啦，系咁，拜拜，唔该，姐，拜拜。We'll be right back.